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叶教授新海罗盘界单元了。大家应该经常能够感觉得到，现在一打开电视新闻呢，看到的东西不外乎就是纷纷扰扰了。这所谓夕阳无限逃，火烧安全岛，蟑螂满街跑，要抓没半条了。很多人都想要看到一些翁变翁神变神，张国治遇到郭子乾，张明清遇上台智远的画面了。然而，这所谓风雨生信心，内线交易是赵建明，笑贫不笑娼，头顶光光是苏贞昌啊。但是在这个头顶光光的中间，你一定要注意哦，是不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健康啊？你的心理已经遭受到污染了？到底是你的肝太硬，还是什么地方太软？不要想歪，那当然就是心太软。任贤齐他有首歌就是这么唱的了：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没有错，就所谓天亮以后说分手了，分手不成就出糗。当你出糗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喽，一口脸也可以让笑几细人，人家见你一次笑一次，见两次就笑两次了。然而，笑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，它可以净化这个社会，将这个社会的暴力之气转眼成灰了。但是要怎么样才能笑轻轻笑开心呢？没有错，那就是看全民大闷锅了。虽然说蓝军最恨陈水扁，闷锅最色那是阿 Ken 啊，但只要看闷锅，那就是好处多。单身汉不用怕找不到老婆，你八仙过来加自摸了，自摸他还加台了，加多少我就不是很明白了。反之，闷锅的单元这么多，什么单元最值得你去看呢？当然，那就是叶教授的新海罗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讲这样一句话了。说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了。艺术的是讲了，在这边听叶教授讲这一番话了，胜读十年书，你的肾都会读书了，你游击都给弹出给丢了，没有错。叶教授新海罗盘，他就是这么神奇，这么的很有趣。今天叶教授的论述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闷锅魔王，今天的参赛者是师大附中的黄豪平。熟悉输入 CTI 加参赛者代码，传送到8086，或上番薯藤网站投票，就有机会得到顶级手机哦。我是丁松岩啊，闷锅选秀赛因为今年中不赛啊，结果大号开始，你就请锁定这个中天国的台，定然把两首播出来，就专门台播，选出你时间就有机会成为今年闷锅魔王奖的这个参赛者。只要你用手机啊输入 CTI 加入你参赛者的代码，把传送到这个8086，或者是你就这韩基鼎的网络投票，又跨向是闷锅魔王投票观众，有机会得到上顶级的收入资源，听话就是。